今日俾大家推介嘅系香港私人屋苑将军澳日出康城第一期首都嘅客人案例，面积约950尺，三房两卫。客饭厅餐位做咗个 L 型柜，一边做咗个卡座，可以做凳使用，里边都有好大嘅储物空间。另一边系做咗个到顶餐边柜，电视柜系帮客人做 TV 矮具加立柜，简简单单又好睇。露台就做个洗衣机柜同埋吊柜，方便又实用。第一个房间是儿童房，地台床加 L 型书加书台，让小朋友有一个舒适的学习空间。第二个房间是全屋地台加地台床加到顶衣柜，这个房有超大的储物空间，当做老人房或者小朋友房都 OK 啦。最里边大浴室的就是主人房啦，同样是全屋地台加地台床加衣柜书台。衣柜是到顶内嵌式，好睇且储物空间都好大。我哋除咗做过好多公屋、居屋单位、私楼单位，我哋都有做好多。日出康城每一期都有做过，仲有湿地公园、嘉湖山庄、天骏、新都城、海怡畔岛等私楼都有做过好多客人订单。有需要可 PM 我俾你啲睇图嚟同报价，并可约师傅上门到尺。门市地址是九龙荔枝角香港中心150室，欢迎大家上来体验版倾设计。